嗨嗨，欢迎大家回来收看象牙实况。我们上一次在 shopping mall 跟我们的 Kano 酒认知到了 Kano 酒真的是个绿茶婊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 Kano 酒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执意要来一间很偏远的牛排店啊，就是明明在地图上面有很多间店，他就偏偏要选这个离人群最远的店。让我们来看看Kano酒他到底想要干什么。我稍微把音乐调一下。呵，来。Kano酒に言われるまま、ステーキ店へとやってきた。说，他们现在就来到了那个牛排店。オレ君。那このガーリックステーキめちゃくちゃ美味しそう。美味しそう。他说就是这个牛排看起来好像非常的好吃啊。稍微等我一下哦。好。看到酒。他真的是很烦耶，他为什么要戴口罩啦？是有那么丢脸是不是？好含糊哦你。最初は乗り気じゃなかったけど、香り。他说一个就是一开始还没有那么感觉，还没有什么感觉，但是闻到那个香气啊，就勾起了他的食欲啊。グリルチキンもステーキだ、ステーキだいな、うまそうじゃない？グリルチキン、チキン的话是鸡肉，所以グリルチキン应该是某种鸡肉的料理吧。うまそうじゃない？看起来不好吃吗？感觉不好吃吗？他好像没有要点刚刚那个什么 chicken， 刚刚那个鸡肉的料理。你不要只会好不好？是你选的店哎。お前はどれにするの？说你要选哪一个呢？私サラダかな。他说我呢沙拉就好，沙拉吧，沙拉。你特地挑了一间牛排店，然后你自己选的沙拉。有事吗你？点点点啊你！サラダって、お前な、冗談だろ？说沙拉，你呀、是开玩笑的吧？お前が行きたいって言ったじゃない？你明明就是你说你想来这个地方的，哈，你哈什么啦？想哈的是我吧？俺くんでさ。我来跟你说，どうしてこんなだろう？说，哎呀，安君啊，你呀、就是为什么这样呢？哈？问阿鲁娜拉，はっきりどうぞ。他说，哈？你有话的话，请讲。もういい，说已经够了。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気まずい空気が出た。他说就是周围就是有空气在流动啊，尴尬了，这个气氛尴尬了。してくれよって言わばかりの態度だな。他们两个现在到底干什么啦？超尴尬的。他说他稍微去一下化妆室。彼女はスマホを。一切りながら，他说，一切りながら，那个啦。他是说把智慧型手机拿着，然后就往化妆室去了吗？あいつスマホとデートしに来てんのかよ。
デート。あ、あいつは、あいつ、スマホとデートしに来たんだな。他说，那家伙是跟智慧手机去约会，是不是？应该啦，这句其实我不是很肯定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类的意思吧，不知道我猜的。哎，辣妹在这个时候传来讯息了，她说什么？嗯，Galuga，她说的是辣妹啊。本当にこいつタイミングが良いっていうか。他说：“哎呀，这家伙真的是真会抓时机呀、啊！”看一下，彼女を乗り切りさせないと、そこんどこ考えて誘うの、あ、不不不，どう将啊上面上我刚念的第一句是他之前传的讯息，但是他现在最新的是どう。ちゃんとデートしてんの？他说：“怎么样？你有好好的去约会吗？”哎呦，你来てる。君がしつこいから仕方なくね。おい、不機嫌。デート、どんな感じ？他说：“怎么样？你的约会感觉如何？”別に普通。彼女が変。彼女が楽しそうじゃない。一个是看了久，他看起来不太开心；然后一个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啊；然后一个是看了久，他很奇怪。当然是看了久，他很奇怪啊，怪爆了。如何？まあ、彼女変だな。说哎。那个看到就他很奇怪啊。当然スマホと傘グラスつけるし、お腹痛いなって、おいてろろろ、携帯ばかにしてる。他其实就是在跟他讲述说，就是看多久的他种种怪事啊，就是明明就说想吃饭啊，然后现在又带着手机包跑哪去了。喂。いい感じじゃん。哦，不是，他说哦，いい感じじゃん。他说，哎，不错的感觉吗？どこかだよ。说哪里呀、啊？哪里有不错的感觉啊你？もう少しできっと、あんたの知らない彼女に会える。他说，再稍微尝试一下你所不知道的看多久，就是你就会见到你所不知道的看多久。嗯，关系变动哦，我们和辣妹的感情加了10%，都有可多的。他说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会见到绿茶婊的真面目。我真的觉得，我之前看呐、啊，就是我在找这个资料的时候，就是有瞄到他下方的一些玩家的感言，对，然后他们在里面都讲那个绿色的女主角叫做绿茶婊。对，就是是一个蛮难听的形容。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想说，绿茶婊有这么严重吗？我现在玩一玩后，我也很想叫她绿茶婊。我在感谢那一看到酒店，说我所不知道的看到酒。ギャルとラミンで話し終えた頃、彼女が戻ってきた。他说就在他跟辣妹讲。就是聊完那个莱敏之后，的那段时间啦、啊，就刚好他刚好回来了。お待たせ、久等了，看起来超开心的，你刚刚去哪里了？弄的，什么啊你？まだ女子が戻ったら、たならいいだけど。他说，虽然他的就是样子啊，就是回到之前的样子是好事没错啦，但是，あのさ、俺く、不是，开心。あのさ、俺くん、映画見ようよ、映画。他说：“那个安君，我们去看那个电影吧，电影。じゃあ後で映画見に行くか。”他说：“那么待会儿去看电影吗？”結局、彼女はスープとサラダに仕立てをつけず。他说
结果就是看到就他就是吃，最后是点了汤跟沙拉这样子。我的个 steak 哦，喂，我不会念，我得一路，这都是嘛哦，一起得的。他说安就是安君，我们男主角他在品尝那个牛排的期间呐、啊，就是看了酒，他一直都在滑手机。到底，等下这态度也变态多了吧？这去怎样？现在是去个化妆室就可以把心情都调好了，是不是？我来打电话，A 勇，A 勇呢？在为，follow 啊，都一要得给到。他说他们就是到了那个 A 勇，就是那个 super 那个叫什么 shopping mall 的最上层啊，有一间有那个电影院，他们到了那个电影院去。彼女から帰ってきてからずっとご機嫌だ。他说就是从那个彼女从化妆室回来之后，就一直都感觉就是很奇怪啊。那見たい映画って何？说你想要看的电影是哪一个呢？你 A 什么？我才想 A 吧。タイトルを聞くのは自然なんだと思ったけど。就是他们在讲的时候，就是明明就是蛮自然的啊，怎么现在反而换你错愕了？そうそう、これだよ。他说，对，就是那个。等一下，你指的什么？还有你的表情发生什么事？ペリカワエンジャルワン，好长的名字，对呀，子，这好奇怪，这什么？前面这一段应该是，我觉得应该是原名啊，ペリカワエンジャ。加介鲁，好难念，应该是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人名啊，就是 Velika 加鲁鲁啊，Velika 维王 A 加，哦，我不念了，就是这个应该是人名，是魔性之女，马吉卡哟，你认真的吗？真的假的这样子？马吉马吉，咪又有说真的真的。走，我们去看吧。认真看这一部，你的表情，摄 影，他说只花了2个礼拜来制作，就是然后是没有名气的角色，然后也没有名气的那个导演的作品，就是一个超级超级小的一个，不知道该怎么讲的一个电影。とにかくつまらな。好きで。他说：“总而言之，就是因为实在是太过无聊了，而造成话题的一部电影，居然是太过无聊吗？仔细想想，只花2个礼拜拍的电影，是不是？”こんなクソ映画一本で。青春あげるとか幸せなやつだな。他说：“这么糟糕的电影，你也可以这么想要看的，就是这么期待的人，你也真的是就是幸福，就是很，就是怎么讲呢？就这样子就觉得很幸福之类的。我不太会讲那个感觉，不会吧？你真的要看那部烂片？” 他里面自己也讲啦，就是因为实在是太过无聊了而造成话题。
真的进去看了。安君点点点，看到就点点点，安君点点点。那，やばい、面白くないだけど。我说，やっぱ面白くないだけど。他说，哎，真果然不是很有趣呢。おてくん、そういうのは最後まで。他说，安君啊，这样的话留到等我们全部看完后再说吧。但是，他说我去一下化妆室，他又要去化妆室。どうだっけ？然后他说你要去补妆吗？他说你是要去补妆吗？もう、おでくんはなんでこうデリカしない？デリカしないの？なんでこうデリデリカシデリカシ是什么意思？卧茶茶デリカシ。可是我觉得看那个女朋友的感觉，就是感觉就是在抱怨说，就是你干嘛问那么多啦的那种感觉。可是这种你不是才刚去完厕所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个还要再去一下厕所？感觉很真的很奇怪，超可疑的，有没有？看看哦。デリカシー。デリカシー。哈？美味？精致美味？什么？我听不懂，精致，他翻译出来是什么？精致美味真肴，佳肴这样子，我怎么会跟这时候有扯上关系？不管了。然后安君说：“哈？什么？哈？”然后看到酒，他又说：“あと俺くんはすぐ怒るよね。”他说：“还有啊，安君，你真的是很容易生气呢。”啊。もういいから、トイレ行ってこいよ。他说啊，そっか。然后安君就说啊，可以了啦，随便啦，就是你赶快去厕所啦。トイレじゃない，化妆室。他说トイレ就是厕所。他说不是厕所，是化妆室的那种感觉。所以他到底是为什么要这么急着跑去化妆室啊？该不会是啊，去跟其他男人聊手机？彼女が出て行ってから你久不化太久了吧？他说自从看到酒，他走了之后，已经过了20分钟了，也太久了吧？あいつ絵が見たいとか絶対嘘だろ。他说那家伙说想要看电影绝对是说谎吧。哇，然后他发出一声叹息。哇哇，あと1時間も見つけるなんて。なんて他说啊，已经是极限了，还有一个小时。虽然说还有一个小时，但是他已经没办法再继续忍耐下去了。他已经连一个小时都忍耐不下去了。你说的，他说睡觉吧。哦，分歧选项，奈奈奈日，右边是睡觉，左边是不要睡觉。先选睡觉。这我们晚点再回来看，如果不睡觉会发生什么事，先睡觉好了。さっきがっつり食べたせいもあって眠い。
他说刚刚才刚吃饱啊，就已经很想就会想睡觉了，刚吃饱就想睡，然后现在又再加上这么单调的电影，睡吧。啊，女朋友，你是回不回得来啊你？私は、残りの。他说他没能忍住睡，就是困意，然后就是在接下来剩下的那个电影放映时间，全部都睡过去了。噔噔噔噔噔，当当当。哇，好，我们在这边稍微先打住一下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一话再继续玩，拜拜。